在这么多节日当中，我最喜欢农历新年，因为节日气氛最浓，一家人去行花市、办年货、包利是、放存盒，预备贺年糕点，喜气洋洋。不过香港人出名忙碌，尤其年轻一代过年都会从简。香港虽然是一个国际大都会，但新年习俗绝对值得保留，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属于我们文化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很希望这些习俗能够一代一代承传下去，凸显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特色。在新的一年，我和太太祝各位市民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